所以你记得，其实那个沐浴巾不要太多。 可能它会比较有安全感，一样就是戳在你的手上，擦一擦，就是稍微摸一下，你再加的话，水会再高一点，所以再大概到它这边，一样就因为背面比较平整，大概就是5勾稍微洗一下，然后再来就给它一样，就是这个地方让它消消交替回正，回避正常，它就要的往正面，正面一样就是用手指啊，手部啦，轻轻的那个。 它会去的时候，你可能要提醒护理师，如果说你现在还有剩，你再家里带出的某一天，假设住院了，一袋如果还没掉哦，你可能要跟护理师提醒要一个鸡蛋会包给你。它里面也有，你那时候引袋里面有几袋护理嘛？因为那边是酒精跟幽灵，它可能是目前我们在住院期间都只有用那个酒精的。哎，而且把它擦干之后，如果觉得两次不够，其实两三次也没关系啦，就把它擦干净就好。 两次不够，其实两三次也没关系啦，就把它擦干净就好。一样还是要注意保暖，那个，就把衣服的话，你看我们都你在家里。